就等一下，你完全不像科技业的，很多科技业的，然后他们真的就是懂。你看你这么透亮，哇，只擦防晒，素颜还能这么透亮无瑕。一刚开始没有在保养，那我本来皮肤是很黑，然后以前连洗面乳都没有用。状态在这边，对，非常夸张哎。他的侧脸其实痘疤是比较明显的，现在的侧脸跟现在的侧脸，所以我马上看到他之后就买了这一箱。今天勋爱开箱，哦，这一箱。飞机？没有，那个没在开。没有在开。有要开？现在还不用。今天的开箱到此结束。骗你的，这么黄啊？对呀、啊，它那个黄很黄的，不可思议。跟我妈长期晒太阳啊。你确定没有调过颜色？没有，它就是这么黄。因为我妈现在69岁的皮肤还是很紧致，她就有个秘诀。记得订阅刘勋爱，开启小铃铛。Always 是那种很紧绷的补水跟美白。而且还会真正教你。那还可以再擦吗？可以，就现在擦。对，怎样顺序都没关系。对，好。那但是白天我们会比较不建议使用，因为左边 C 它会吸光，好，反正容易会黑。那我们有在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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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擦在哪里？乱擦一下。以前的模样，那个是你几岁的时候？那是我32岁。32岁，然后现在可以方便透露你的年龄？天哪，你随便现在叫一个18岁的年轻男孩过来，都没有他的皮肤。一寸一寸雕塑完之后，再擦这个，它固定在那个位置。什么？原来你是靠这个在整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看你以前多宽，你知道有时候只像爆个脸那种有去配吧的人是摆不出来的，你会觉得两个很像哈巴狗在这。那你看上面这边有一个精华一等级的哈，有线状的感觉啦。对。所以它的质地保持就是非常好。真的耶。它为什么那么浓稠？是因为它有纳豆的萃取物。我们都知道说纳豆是会牵丝，有一点像的味道。对，防晒里面有含保湿的成分，对，跟保养油，所以它会帮你做长效的保水。真的，你看我皮肤还是没有比你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勋爱，欢迎收看勋爱开箱。今天勋爱开箱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看到我旁边是谁呢？他就是我的美容顾问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黄奇轩。那很高兴呢，这次可以跟勋爱一起合作，我们来一起来保养变漂亮哦。平常都有在保养吗？因为很少看到有男生这么白，比我还白耶。其实我以前没有在保养哦。也是因为当初我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，我加入了科技业工作8年。那大家都知道科技业是一个比较糙的产业嘛，所以那时候就是老化状况非常明显。等一下，你完全不像科技业的阿宅耶。你知道我认识很多科技业的，然后他们真的就是阿宅的样子，然后就很 man 啦，比较不修边幅，然后肤况就是根本也不会注重。你看你这么透亮，哇，只擦防晒，素颜还能这么透亮无瑕。一刚开始没有在保养，那我那时候后来我姐姐先接触这套保养品，那她做的不错，她经销的蛮好，她就觉得说，我们在科技业工作这么累，那她就问我说，想不想要出来自己创业啊，然后等等。那时候后来我们就想说，不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跟一个30年历史的新加坡股票上市公司合作，所以我们就开始。那我一开始使用产品，我本来皮肤是很黑。然后像一般男生一样没有在保养，我以前连洗面乳都没有用。我有看之前的状态在这边。对，非常夸张哎，而且他的侧脸其实痘疤是现在你看之前的侧脸跟现在的侧脸，完全太美了吧，好兴奋哦！所以我马上看到他之后就买了这一箱。今天我要赶快来开箱了，一起变美。首先拿起我的小剪刀，叮。好，你这个剪刀太特别了。对，也是非常好开的啊。OK， 这一箱。飞机？没有，那个没在开。没有在开。有要开吗？现在还不用，还是你下面。他说什么？不要带。还有一个这个。厉害了。干嘛？全部都拿完了。这一袋。好的。要先从哪一个开比较好？从1号。好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们的洗面乳还蛮特别，一脸卸妆软化角质三合一。
用芦荟油的方式做清洁。芦荟有油哦。嗯，芦荟有分油啊、水啊跟霜，那以油的等级是最高。油带油的方式，所以它洗完是很温和的。真的，毛孔很脏的人有没有？洗完它毛孔会非常干净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示范一下这怎么用。下一号 T2Z， T2 是调肤液，那它的质地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。那你看上面这边有一个标签哦，这个是锡纸，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含重金属呢，它就会变黑。它是有点像精华液等级。有现状的感觉啦，所以它的质地保持就是这样。嗯嗯，它为什么那么浓稠？是因为它有纳豆的萃取物。我们都知道说纳豆是不会牵丝，有一点像 SK2 的味道。对对，哪一个好防晒霜是这样子的？斑皱色的那种比较化学型的防晒不一样，是它第一个它质地会比较通透，很皱色那种化学型防晒它是做紫外线吸收，所以那个闷热感会很重。这个擦起来会比较清爽。哦，你这样一抹上去，那个肤色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啊，因为想要追上你的那个透亮感。对，你看看旁边就是一个水晶的肌肤啊。嗯，在我们的防晒里面有含保湿的成分。对。哦，跟保养油，所以它会帮你做长效的保水。哦，你真的，你看我皮肤还是没有比你亮。下一个。下一个是六号保湿乳。它的瓶装很不一样，软罐鸭头。洗一下里面有空气。哦，我好像听到声音了，有吗？来了，好，这个乳液很厉害哈，它第一个是我们有的人的皮肤表面是有点受损的，它会帮你形成一个薄膜，去帮你去做修复。有帮涂完防晒可以擦？可以擦，可以。哎，锡脂蜜的保养品只做很小，有的人是敏感性肌肤，我们防晒之后你有可能还是会显干，或很干的皮肤是可以直接擦上去的。好，哦，第一个它可以形成保湿薄膜，点滴式给水，它是8小时长效补水。那我们下一号。这个7号呢，它是美白的左旋 C。坐在里面。好可爱哦，是一个小奶瓶的感觉。出来它是油油的感觉，甘油呢却包住左旋 C。我们在常温底下放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一般市面的左旋 C 要冰。会热热的。哦，是哦。哎，左旋 C 它用上去会热热的。有，会帮我们补水跟美白，而且还会增生胶原。那还可以再擦吗？可以，就现在擦。对对对，怎样顺序都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好。那但是白天我们会比较不建议使用，因为左旋 C 它会吸光，反而容易会黑。那我们有在擦。那我擦在哪里？换擦腋下，因为现在只有腋下晒不到太阳。对，下一个9号。紧致露这个一听起来就觉得很吸引人，对，因为你知道20你就开始慢慢老化，是，你知道我好高，是以前的模样，那个是你几岁的时候？那是我32岁，32岁，然后现在可以方便透露你的年龄？37了，哇塞，那这样是过了5年，你用了5年之后，皮肤变得更年轻耶，天哪，你随便现在叫一个18岁的年轻男孩过来，都没有他的皮肤。真的，我是说实话，它还可以帮我们缩小毛孔，然后还可以真的舒缓镇定。擦上去凉凉的，它有里面有单宁酸，单宁酸，单宁酸可以帮我们做到舒缓镇定。然后它以前单宁酸是拿来修护那个橘皮的，就是它也是可以直接叠擦嘛。对，无限时刻，白天黑夜。我跟你讲，我妈用这个产品用了7年。那我妈现在69岁。可以让我剖一下你妈。好，来看一下我妈哦。对啊，69岁，那她用真的夸张哎，她之前怎么这么黄啊？对啊，她那个黄很黄的不可思议。因为我妈长期晒太阳啊，然后那个斑点很多啊，然后脸晒很黄。你确定没有调过颜色？没有，真的她就是这么。Unbelievable， 用了7年吗？对，因为我妈现在69岁的皮肤还是很紧致，她就有个秘诀。记得订阅刘轩爱，开启小铃铛。因为我妈现在69岁的皮肤还是很紧致，她就有个秘诀，就是我们防晒，我刚才讲每可能3-4小时要补一次，对不对？她就是擦之前，她会先擦9号，然后再擦防晒，所以她是 always 是那种很紧绷的 ，always 是那种很紧绷的。那我擦了防晒，还可以擦这个吗？可以，紧致一下。哦，有了。那这样子用量 OK 吧？可以。然后来擦一下，它会凉凉的，它很清爽哎。对。留下来的感觉。对，它是半白蛋白，半白蛋白。对，它是一个成分，那是需要透过特殊的萃取，从那个水解蛋清里面萃取出来的。那这个技术目前只有韩国有，所以这瓶是在韩国制造。
下一步。好，那这一瓶就是派克精华液，驻颜精华液散。对，那它里面就是有含芦荟啦等等保湿成分哦。相对来说，它是比较清爽，跟刚才的二号就不一样，它是比较水肌型哦，它渗透力会比较好。所以它也是保湿，无限时刻可以叠擦。对，保湿，然后但它的保湿就会比二号再更清爽一点点，没有那么精华液的感觉，对吧？对于熏害这种比较敏感的肌肤，一开始就可以使用。就随时你觉得干，它就可以擦。接下来大瓶的九号，为什么要买小瓶的九号跟大瓶的九号？因为大部分人现在的皮肤都会有一些敏感的状态，这个九号是可以做到舒缓镇定，所以它用量会比较大。大瓶的有点像量贩包的概念。这个小对，短管用它固。小瓶是30ml，大瓶是90ml。可是大瓶的价格比较划算，小瓶的有人是买做随身使用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天气很热啊，你要不妨在这里先擦一下，先降温，使紧致。对对，那大瓶的就留在家里使用。那你的紧致露这么有名，它有出私密处的紧致露吗？我们有私密处清洁但是没有私密处紧致，但你也可以把它做个实验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，精油，精油。它叫神辉复方精油，那它特别的地方是，市面上很多精油是做单一成分，比如说茶树精油啦、薰衣草精油，那它这是做复方的成分，它里面有10种比如说薰衣草啊、尤加利啊、玫瑰啊等等的，有10种成分。那这10种成分的好处是说，一般的精油可能单一成分的时候浓度会比较高。所以你不会使用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，或者是就是那个分子太大颗，然后容易阻塞毛孔，对，造成这种脓包性的那种粉刺痘。对对对，它是可以降敏感之外，它搭配产品使用还有加强的效果。那我有看到这个有滚珠，你是直接倒进去，对，然后滚珠就直接滚吗？对，那因为精油有做到提神跟舒压的效果嘛。那我们现在来装一下，好吧。它这打开呢，会有个白色的头，有没有？你拿起来之后，把这个白色的头拿起来之后，就可以做一个分装的动作。压下去就好了。对。喷掉，稍微。然后。因为你刚开始没有用过它，要稍微喷一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要甩一甩。对。是浓浓的薰衣草的味道。对，那它里面还有其他成分。那我们就是晕车可以涂抹吗？对，跟那个太阳穴，比如说你今天觉得累啊，可以像万金油使用，但是万金油会比较刺。对。那你可以在这个鼻子这边对啊，一般的少女谁要用万金油啊？对，拿刺出来滚多优雅，你说是不是？脖子这边是不是？对，也可以擦。像我那种常常会头痛啊或失眠的人也可以。可以，对，它有助眠的效果。对，它的是薰衣草，所以有助眠的效果。OK， 接下来是这个信封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叫奇力签。奇力签。是一块。你打开来看，很特别哦。一寸一寸雕塑完之后，再插这个紧致露，把它固定在那个位置。什么？原来你是靠这个在整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看你以前多宽。真的。真的有变宽哎！你说5年。还是你用了用这个用4年，然后你整个脸小一号，小带2号有整个变窄那你就不用打肉毒了，也不用去做什么五爪啦，鸡爪那种，而且你看你的嘴边肉，这边很提就完全没有就是这样子提上去的感觉，看起来很年轻这种就是时尚 Vogue 脸，你知道有时候时尚 Vogue 脸那种。有去配吧的人是摆不出来的，你会觉得两个人像哈巴狗在这边就没有办法，所以等一下请你教我怎么样拉提我的皮肤，还在 Vogue。